有六位世界级的传奇球星登上了我们的大巴车，他们都觉得大巴车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新奇的采访环境，包括像克林斯曼啊、卡洛斯啊、巴蒂啊等等，都说啊，从来没有在大巴车里边接受过采访。一方面，我们的大巴车呢，向国内的观众传递了这个卡塔尔的世界杯期间的这样的一些风土人情；一方面，也把国内的这个中国文化蹴鞠、熊猫带到了卡塔尔。